那你生我干嘛？夏天的某个晚上，我和妈大吵一架。隔天一大早，我提着一只行李箱就离家出走了。离家出走啊，是有家可归的人的权利哦。他说自己原本只是想出去喘口气，没想到却丝毫没有任何想回家的念头。就像年轻的时候，庆幸自己其实没怎么爱那个差点要和他结婚的男人一样的心情。觉得会有些这样想法的自己真是可笑。难道忘了吗？妈是为什么离婚的？才不是！不就是因为爸发现了他的真爱了吗？那个很多女孩子爱慕的帅气主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妈那时候不也离家出走了好几天，突然寄了一张签了名的离婚证书回家。那时候寄回家来的名就是妈和她的情人从纽约寄来的结婚证书，她早就发现她不爱爸了，更何况是我们。
为没有办法评论谁有错，才更令人莫可奈何，不是吗？那我们到底算什么？我问他说：“你去哪了？”他竟然回答我说：“我不过是想出去走走罢了。”你知道我花了多大的力气才忍住没笑出来的吗？不过那是我觉得我和妈精神上最接近的时候。其实你还是很爱妈的吧？把自己嫁掉，养小孩，每天在家里烤饼干咯。少来了，你不要骗我了，我可以拿我这个月所有薪水跟你打赌。原来你对自己很有自信吗？之前还在讲的那些剧本，你马上就反悔了吧？你生气了？在金字塔里发现了一坛蜂蜜，这坛蜂蜜历时3000多年，但一点也没有变质哦。制造蜂蜜的当然都是工蜂啊，所以说能够制造不会变质的东西，只有女孩子才办得到哦。究竟是因为寂寞所以爱，还是因为爱所以寂寞？你知道数学不好会对人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？听说我妈她数学也不好，